咱林家带咱林桥安尼，你安尼无要无紧无大紧啦，你连一句关心阿妈，也是关心恁爸爸的话拢无，你真正是足无良心的呢。无彩，互你卡住头壳遮尔啊悬，头去卡遮边啊哟。咱林家，你好意思讲咱林家出代志，就为阮变作是咱啊？你若真正有搞动作是林家，人当初就别做遐尼侪失德代。还佫有，遐话若是要骂，嘛是林家的人开一轮袂到你。什么失德代啊？你莫白白波，你搞安尼个乌。我看你的态度这么冷淡，我就知影你一定是要联合外口的人，要来对付阮林家，实在有够恶极。我也是做菜发了财，为卡早到今嘛上恶极的人就是你。我猜我辛辛苦苦甲你车养大汉，人咧讲生的请一边，养的温情较大天，你讲我恶极。你真正是无阮陪伊，你哪会好意思讲这种话？你是倒位来的命？你若是真正参像你家己所讲的遐尔啊有情有义，安尼当初我人生搬去高地，你要应试的时阵，想做点一击稻草埋，让我心机搞坏做代志。我唔过真歹势，我无死。就代表讲是天公伯安排，我等来报仇的。这个四十几啊，真正变一个人啊！非得今嘛，伊无证据，嘛袂当替我安怎？一家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你本来就看我这个后母无顺眼啊，佮加上你遮尔啊贤扣分，当然会甲小事。变做大事，是嘛？是咧骗你家己，还是根本唔知影良心是啥？不要紧，人咧做天咧看，参像你这种歹代志做钱的人，不管安怎摆、安怎跪，求神明保庇你，还是求神明替你保守秘密，还拢无效。有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你莫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。你不好别人，都是唔知影念体，忘阮袂记。你假做一个好太太、好媳妇、好妈妈的模样样子，啊！不过我的代志若是变空，予林家知影，因有一个孙是为你，才予别人手走，搁污骂样子。我看你是要安怎继续嫁落去？是哦，别讲啥你，安怎？讲袂赢了就准备出手。你若是要做亏心事，是安怎会见小灯受气？搁你阿公到想要甲我拆家落吧？我看，想要甲人拆家落吧的人是你，我无可能让你冤枉到死。好啊，你就继续底气。你这种囡仔，我无想要甲你讲啊。这个林子谦。根本是一只回来要咬人的鳄鱼，若是给伊咬一嘴，我恐惊无法度翻身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阻止这样的。哦，我哪会这么衰啦？林子倩回来啊，阿杜君啊也出现了。原本我想要等志汉拄仔了解较深的时阵，才甲情绪讲出。啊，不过看起来是无法度等啊。既然恁大家拢向我选择，那呢，我就准备开枪。